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没有椰林缀西岸，就是一片海蓝蓝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欢迎收看今天的商圈 Go。 哎，我今天带美珍来到澎湖的马公商圈哦，这里是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。所以我们刚唱那首歌。澎湖湾跟外婆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刚刚所唱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哦，这是已故歌手潘安邦所作的曲子哦，内容是描述他童年住在眷村时的一个回忆哦。你可以看到外婆拄着拐杖，那么看着孙子玩着沙子的景象，这是很多澎湖人共同的童年记忆哦。嗨，金立方！嗨，澎湖的理事长也太热情了吧！哦，我们澎湖人除了忠厚、老实、善良、英俊、潇洒、幽默、风趣、中立、客观、民主、热情、好客、谦卑、内敛，而且很大方。大方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从10月1号开始，只要来澎湖，我们就送他500块的旅游消费券，这样够大方的吧？真的？可是理事长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我们拿到这500块的消费券，我们可以去澎湖哪些地方玩呢？吃喝玩乐通通都可以，可以吃仙人掌冰哦，哎，可以去买干贝酱，哎，可以买珍珠。听完，我们真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商圈 Go。既然来到外婆的澎湖湾，当然要去台湾民歌王潘安邦小时候住的笃行石村来逛逛。而且四面环海的澎湖，你绝对不能错过这里的阳光沙滩，一定要来漫步玩一下哦。还有澎湖的庙可是全台湾最多的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拜妈祖的天后宫，还有观音亭，庙内供奉的是南海观世音菩萨，里头最大特色就是有间庙中庙。好了，不啰嗦了，先来用手机 APP 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出发搜寻好吃好玩的地方了。500块消费券可以游澎湖吗？500块买一件衣服都不够了哎！哦，你跟着我就对了，我商圈达人哎！我现在要带你去吃澎湖这边才吃得到的东西哦，就是这个，这种你们那个有刺哎，烦死我了！那个仙人掌在澎湖这边很容易结果实的，这个果实就可以做成冰哦。冰啊！没看过吗？好 surprise！ Hello。点的冰，好漂亮哦！啊，我知道这个就是仙人掌冰是吗？当然不是哦，这是我们澎湖当地盛产的海菜，用海菜做的绵绵饼，好像海苔煎饼哎。对，好像。可是饼干是冰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仙人掌饼，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有使用到我们仙人掌的果实做成的珍珠。那这很珍贵的地方呢，是我们把仙人掌的果实连皮带籽的去干燥磨成粉之后，才把它做成珍珠，所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掌上明珠。我以为是绿色的，那吃吃看，有恋爱的感觉。安来，美珍，我们今天吃完冰之后算一算，加一加，2个人还有900块消费券呢。哎，真的，我带你去吃晚餐。好啊。那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我现在带你来吃的地方哦，是全台湾最老眷村改建的地方，这里有13省的美食料理耶！啊，13省怎么那么多啊？对呀，我想一下我要吃什么。哎，我已经决定要带你去吃新疆烤羊肉串。哎，你这种女人很自私哎，都没有问我。哎，我谁呀？商圈达人。对呀，那听我的就没错啦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新疆烤羊肉哦，很大块吗？很大。很香，流口水了。真的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跟一般烤肉酱的味道不一样哦。对，我们的香料是从新疆直接空运来的，有孜然，也有茴香，还有特调的香料。特调。对。这个孜然羊肉跟新疆奶茶，请两位慢用。嗯，美珍，像我们这种很怕羊膻味的、啊。你吃这个，它的那个辛香的那种味道，把它盖过去，哎，真的很入味哦，好香。
羊骚味都没有，还有蔬菜哎，美珍再配配这个奶茶，奶茶不甜呢，真的真的，而且它里面有加蜂蜜哦，冰了嘞。美珍，你不知道澎湖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吗？希望在哪里呀？这里呀。老板，珍珠为什么会有希望？因为啊。每颗珍珠啊，它就像那个妈妈在怀孕一样，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有一个新的希望。这个珍珠的颜色有五个颜色，白色代表智慧啊，米色代表成功，桃红色代表健康，金黄色代表财富，紫罗兰色代表爱情。那我们现在来玩个小游戏啊，请你们猜看看，看看你们这一盒是什么颜色的珍珠，猜中的话，这盒就免费送给你们。真的？那我也要金黄色。我要白色。下中两条，这次亏大了。哈哈，我们把免费得到的珍珠放进刚刚选好的项链款式，戴上它，整个气质都不一样了。接着，我跟美珍来到澎湖当地特别的文创天地。是今天要让我们当小小艺术家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没错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是要带各位哈，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有一个得到一个文艺新闻奖的一个老师，叫陈福气先生他的一些作品哈，都是我们澎湖在地的玄武岩，因为经过浪拍打之后呢，变成一个像类似鹅卵石这种形状哈，让我们这个蚂蚁的意思啊哈，跟螃蟹搭起来，就是我们闽南话的有情有义，有情有义，无情无义啊。做完纪念品，我跟美珍还写了未来明信片，写下一年后要对彼此说的话哦。这女人，一年后你还要带我来澎湖玩哦。美珍，一年后我就从商圈达人变成商圈天后了。寄完明信片，要回家前当然要来买伴手礼呀。家当的是牡蛎酱，牡蛎啊，那大家吃新的啦，好下饭哦。这个只要这个可以吃两碗饭呢，对，好凉哦，真的很舒服哈，而且还可以看夕阳，很浪漫吧？对啊，真的，这边啊跟泰国的普吉岛完全不一样哦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那边啊观光客太多了，人挤人，很挤的嘞。对，来这边的话，感觉很放松，空间比较大，对，有度假的感觉哦，真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沙滩上散散步吧。